我想给你提个问题，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呀？有没有独出心裁、取悦于他人的侥幸心理？有没有形式主义的嫌疑呀？报告。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确实有些独出心裁、形式主义，但其目的是十分严肃而明确的。军队是国家机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以执行为己任，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军队都不可逃避的责任。我们特勤部队是由一个个优秀的个体所组成，这是我们的特点，同时也是我们精武强警的楷模。但是作为整体的战斗力，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高素质的养成。有了这两点，我认为特勤中队将是战无不胜的。世界上训练军队的方法有千万种，像西点军校，严格的军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不同家庭、不同地区的个性转变为共性。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我认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报告完毕。消防部队素质训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驻扎在城市里，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我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整体印象。我们肩头的担子非常重，有人说我们不是大部队，我们不打大仗，我们在管理上可以稍微松懈一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是的，我们是不打大仗，但我们几乎天天在打仗。我们是不动用刀枪，但是我们确实存在着伤亡的威胁。晚到火场一分钟，就可能延误抢救的最佳良机。一个不正确的选择，就可能给国家带来沉重的损失。这正是我们严格素质训练的根本原因。我的话完了，谢谢。您好，我是星海晚报的记者陈队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特勤中队历史短暂，
但是你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将这支队伍带得如此精干？这个问题刚才常指导员已经讲过了。他没有，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概念。特勤中队他是最年轻的，但是他是最出色的，为什么？是的，特勤是年轻的，但是特勤的精神绝不是从天而降的。他随着一批优选而来的官兵聚集在一起，他本身就是最优秀的，而不是从头开始。您好，我是时事周刊的记者，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特勤中队是不是您早有构想并且参与筹建的呢？听说您过去所在中队就是特勤的前身。我是新闻五报的记者，我想问您，您认为特勤的凝聚力是训练出来的呢，还是基于个人的人格魅力？哦，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请大家来啊，总不能让大家这么辛苦的讨论部队建设问题吧？主要啊，我们还是为了增加这个友谊啊。如果哪位记者还未尽余兴的话，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到我们特勤中队来做客。啊，我提议，为我们年轻的特勤中队，为我们大家的友谊，干一杯！好，大家可以边吃边谈，随意点啊。听说你准备打算回家探亲。是啊，母亲病重，我这个儿子啊很不称职啊。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没有时间。公事还是支队马上调整班子，可能会有缺席。这次评选红旗中队，局里对你呼声很高，所以我觉得你暂时不要走。别再造这种舆论了，我有些害怕了。你不要回避，这个半职对你非常重要。你可以把嫂子接过来，还有孩子、房子。这不是都是你一直期望的吗？你想的太多了。看能喝，然后就吃点。儿媳，我想他会理解你的。那种神情，我真的特别想笑。难以想象。哎，几点了？几点了？已经很晚，好像不早了。我好像明天早上还要发稿子，我先回去了啊。好吧。要不我送你回去？不用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哎，谢谢你。好了，我们有机会再见啊。慢走啊，慢走。还挺近的啊。是，挺近的。哦，对了，上次你给我的现场录音资料对我很重要，谢谢。为什么？哦。什么？没什么。没什么，那我们就走了。等等。怎么？车太高，过来扶你一下。
你这身衣服可能不太方便。哎，你就真的让我这么走了？是你自己急着要回来的。我什么时候急着要回来了？今天的晚会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看这条裙子，是我特地买的。真的？今天晚上，你整晚都一点笑容都没有。我问你的问题，你也不愿意回答。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不不，没有的事儿。裙子很好看，可能是我嘴太笨，我不会说你就别说了。一定是嫂子不让你理我是吧？什么嫂子？没有的事儿。什么没有的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不说实话。我没必要撒谎吧？你撒谎，你就是在撒谎了。你要是不愿意说的话，你就回去吧。我跟你说过，我跟他没有的事儿。为什么不接受我？安琪，说句真心话，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那是撒谎。只是我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考虑过。但是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发现我没有资格结婚。不，我不要听这些，我要的不多，真的，我只不过是希望我能够和你待在一起。不不不，我所说的没有资格结婚，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能陪你到老。每一次死里逃生之后，我总是叮嘱自己，离你远一点，离你远一点，因为说不定哪天我。我是十二期，请讲。梅路居民小区火灾报三起，求队长指示。全体集合，马上出发，我直接去现场通知一下指导员。完毕。群众把报警人找来，伙伴们，好，过来，好，到里边看看有没有有害化学物质，快去。是，不能上去，可千万不能上去呀！里边有好几个氧气瓶，已经炸了一个了。有没有上吗？幸亏没人从那儿过呀。里边到底什么东西爆炸了？真是说不好，这儿是一个私人工厂。哎，从他们来了以后啊，就没有安静过。报告队长，不好了，有个消防车就在里面了。我马上到。是，兄弟们。兄弟们，跟我走，跟我走！千万不能进去，里边要爆炸的！喂，你们走，千万到那边！不，不行，这太危险了，这里边可太危险了！大叔，保安公务，来，这样到这儿来，来，跟我来。大家有事了吗？哎，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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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赶到我们前面到了。哎，支队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援助他们？这儿说不定会随时爆炸的。陈队长已经在里边了，他那儿是最危险的。好，放心吧，啊，谢谢你了。嗯，走。记者怎么赶到我们前面到了？哎呀，你别打我！你别打我！小胖，把本事处理一下。马上支援队长，爆炸之间有一定的间隔，不能错过机会。你们俩跟我来，团长，团长。
准备喷射。这儿的火控制住了，外面楼上不太好，我们去看看。好，二七，好，咱们看看去，注意安全。哎，奇怪了，这火从哪儿来的？怎么上的？看来消防立即燃烧了，这儿有一个燃烧通道，一定是通过加盟烧出去的。二七，啊，你马上解除这火呀、啊！好，要不然会烧那片楼上去的。哎，小峰，二七，你们看。队长，好，过来。哎，带着人，带着兄弟，把这个加工兵给打开。好，把这个兵，注意安全。队长，过来。三尺快枪，差一步我都不来了，太悬了。被困军队，请注意，你们不要急跑，要冷静。我们马上。队长，过来！我跟你说啊，你带你的人啊，从下门口上去。好，坐在那边，坐在，对对，就那地方，把人从底下给我提了上去。哦，要麻利。好，等顶塌了，咱们就没机会了，赶紧去。是啊，坐在那安全带，安全。等会儿，好。哎，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有谁住在那个楼上？我过来。他们楼上住的谁？到底有没有出来？有，应该三炮，还有一个小女孩没有出来。大家抓紧时间，我要错过救援时机。快来人呐！救命啊！哎哎，不要乱！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往火里边跑啊？你们听我说，我听说他们的孩子被困在里边了。如果孩子不救出来的话，他们是不愿意出来的。快点想个办法吧！得上救人啊！嗯，等房顶塌下来了，咱们的人也搭进去了。是，要把梯子靠上去，人不能多，要派有经验的去。我去，我去吧。你去。是啊，不然谁也出不来。二姐，啊，小心点啊。好，我知道了。麻烦你把病号送到医院，谢谢。来，到我。靠上去！你电视以后再买去，你这人搞你爷的心眼！请你安静，不要给消防人员添乱好吗？哎，过来吧！现在救人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再去救你的电视机啊？大家拦住他！不行，拦住了！不行，拦住了！不能这样！走！快松手！停停停停！干什么？电视！换完电视。一万多块钱还从来没有看过呢，救人还来不及，你还想着你的电视？你下来，不行，不行，下来，不行，那是我刚买的，一万多呀！把他拖下去！不行，不行，你让我上去吧，上去我把电视拿出来。你他妈混蛋！你得活着就不容易了，你还想着电视？下去，下来，不行，快下来，不行，不行，你当我救人对你不客气？走，走。你是谁呀、啊？你是他媳妇儿，我腿骨折了，是他摔的。我告诉你，这场官司我给你们打定了。我腿折了，哎哎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呢？你给我起来！我今天非让他赔我一台花王彩电不可，我还要让他从校门口给我滚蛋！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太过分了！对不起，他是地主，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如果我们对你态度不好，向你道歉。如果摔伤了哪儿，我们带你去看，好不好？带他去什么医院呀？他不会去任何地方。像这种人渣，根本
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胡说八道干什么？滚蛋！滚蛋！你站住！别着急。哎呀，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呢？他快被杀死了的。不放心，没事。别哭，孩子！小薇，给我！快接住！小菊儿，快接住！快，接住！给我！妈妈，救我！妈妈，救我！快，把梯子扣过去！准备收队，收车了。您还有什么指示？好，就这样，赶紧收拾一下，马上收队。是。担心，这次不同上一次，虽然面积很大，但没有深度烧伤，治起来也比较简单，连植皮都不用。谢谢爸。嗯，你怎么哭了？我没哭，是让燕考的，恐怕得流一个星期的眼泪。恐怕不只是燕考的吧？看来我们要好好谈一谈喽。是燕考的，您当时不在现场，您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哎，我是烧伤专家，我怎么不清楚啊？好了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吧。嗯，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晚上回家来，我等你啊。昨天啊，召开军人大会。大家一致推举你立二等功，这也是局里给咱们特勤中队的唯一的二等功。嗯，儿媳啊，好好养伤，我们会尽量为你争取的。只是那个抱电视机的人还一直撕咬那件事情不放，说是你把他摔坏了，他躺在床上不肯起来。看来我们得出资给他做个全面检查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我根本就没摔他，纯粹是捣乱。如果一旦查出问题，那我们责任就大了。所以啊，我希望你先做个口头检查，
我要口头检讨。支队长，我想说一下，对于这件事情，我算是完整的当事人。从那个人被救出来，到追上车斗，到从车斗上下来，我都是亲眼目睹。我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公务罪。如果不是因为他耽搁时间，我想孩子完全可以在房屋烧塌之前被救出来。幸亏陈队长当机立断地把他推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知道我这么说有没有什么错误？你说的非常对，而且我也相信，凡是在场富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这么想。可惜呀，记者小姐，我们是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这件事不是百姓的道理能够讲得通的。可是我也是普通老百姓，我也只讲老百姓所讲的道理。如果我是孩子的父母，我会向这个贻误救援机会的人提出申诉，是他造成了孩子至今昏迷不醒。如果孩子不幸死亡，他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安琪，我本人非常同意你的分析。可惜啊，我们消防部队没有追究他人责任的权利。相反的，对我们官兵的军纪，我们向来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军人，我们必须遵守我们的军纪，这是我们一贯的传统。安小姐，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都太富有局限性了，我无能为力回答你的问题。很抱歉，我只能先告辞了。再见。啊，朱队长。嗯，谢谢。安小生。再见。好，李总。哎，李总。再见。再见。把你吓着了吧？我当时在想，如果你不出来，我就进去。我跟你说过，每一次我都可能回不来。你能不能做别的？我要你好好的活着，我不能没有你。快别这么说。别害怕，我又没有说要嫁给你，我只不过是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听话。离我远一点吧，不然我出意外了，我会觉得非常对不起你的。可是你需要我，你需要我的保佑。你看，这一次不就应验了吗？也许会因为你的原因，让我突然精神恍惚，丧失了逃生的机会。这一次就是这样，因为你在下面。我需要的是无牵无挂，真的别生气，能理解吗？谢谢，你已经保佑我了。
抽空替我去看看那个孩子，我希望他早一点醒过来。嗯，我一定会去的。好，去吧。我打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创办这个临时专栏，主题就是生命的价值。我把特勤官兵，特别是队长陈二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居民的高尚行为，同那位已经被消防人员抢救出来却执意要回到火中抢救他电视机的那位居民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我打算以律师对话的方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探讨，其意义就在于强化消防的深刻内涵，强化其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的价值。好，安琪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开掘题材的深刻性，这样就摆脱了消防的表面现象，给人以深层次的教育，我看可以。去老年人活动中心了。是。饿了吧？还好。有什么新的校闻吗？怎么？你的眼睛好像流过泪。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这眼睛啊，得难受两个星期呢。我的女儿，你就不要绕圈子了。是不是恋爱了？是吗？不是吧？哎，回答的不够坚决。是，我爱他。你是指陈队长？他是一个好小伙子，而且作为军人，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不过，我听说他已经有了未婚妻了。爸，这件事情呢，不是您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那样。其实，他们俩的订婚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发展你们的感情了。你知道不？你的脸已经不懂得隐藏了。我为什么要隐藏？这是我真实的感情。即便他没有家庭问题，我们也不同意你们发展关系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而且生活情趣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会给你们的婚姻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的。当然了，我想你们不会发展下去，我只不过给你们提个醒，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听懂了。还有吗？没有了。晚安吧。同志们，在这次梅园小区居民火灾救助中，特勤中队再一次打了一个高水平的战役啊，救出危险被困居民18人，
其特点是，队长，行动迅速，是吹的，决策正确，都是咱指挥系统通畅，作战惊险勇敢。特勤的绝活是我们队长的绝活，原来没特勤的时候，队长不就靠他出名了，是不是？一定要你少拍马屁，在家努力，不是拍马屁，争取更大的真材实料，奖章都是铁打的，再立新功。你好，星海晚报安琪。你好，我是消防局办公室的，有个特殊的情况啊，关系到你的专栏，所以局长决定呢，将这次有关梅园小区火灾的消息啊，暂缓报道。给你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出什么事儿了？我们会当面向你解释的，但您呢，务必安排其他的稿件，多谢。下面我宣布，在这次梅园小区居民火灾救助中，立功人员名单：三等功荣立者王大宝、张伟明、刘雅和、郭宝成。是不是搞错了？二等功荣立者肖铁军。队长，我破纪录了。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这什么举报人呢？他就是当时扒我车头那个混蛋，要么就受他指使，你们看不出来啊？你喊什么？啊？哦，做错了事你还有理啊？谁做错了呀？你说当时的情况让我怎么办？他已经耽误了救人的时间，应该告他妨碍公务才是。哎，我就奇怪了，这世道上还有没有点公道？即便是这样，可你毕竟把人家从车头扔了下来，造成人家膝关节裂缝。你自己看看吧，这是人家送来 X 光片子。我没摔他呀，我只是轻轻把他。你那个手还有个轻重啊啊！你一拳下去要人家的命。我听说，你在现场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什么妈的娘子的。这些年部队是怎么教育你的？你还怎么带兵啊？所以，我宣布，局领导责令支队长，对你进行处罚。你马上写一份书面检讨，我要存档。处罚我？嗯。当时我要是不在场，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你还有没有点是非啊？现在没有你争辩的权利，执行命令。绝不，我来部队是立功的，不是来受罚的。如果你们非要这么处理的话，你们看看下边谁还奋力救人？你们试试看。你给我住口！看吧，你成二级狂的啊！消防部队盛不下你了。潇洒的你带着女人进现场，还把军装脱给人家，你考虑没考虑过影响啊？那是安琪，人他是记者，我当时开车是要送他回家。我不听你解释，我不管你贡献多大，我不管你在火场有多大的奉献，只要你违背了军队的纪律，我就处罚你。这是你自己撞在枪口上的，肯定是有人陷害我，我一定要查清楚，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接受处罚。站住！任何人都不要把罪名强加到我头上。怎么着？不想干了是不是？你别逼我。你，混账！队长，
哎，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心里挺舒服吧？把我整个处分，升职也没人同你竞争了，你可以不费力气的离开基层，携家带口安安稳稳过你自己的小日子。我还告诉你，川二姐看不上这个。胡说八道，胡说什么呢你这？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我只是希望把你的心计多用一些在中队的建设上，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算计你的战友。挺好。二姐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上不平衡，你自己心里有鬼吧？你错了，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嫉妒心强，好出风头，总怕别人超过你，所以啊，你心里发虚了。我心虚什么？我的特勤的威信谁可以抹杀？你换个别人试试，他带得起来吗？我跟你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拼出来的，知道吧？既然你那么自信，你还怕算计啊？而且啊，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谈了，开诚布公的谈，只是没有时间。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我们俩就好好谈谈。关于荣华红旗中队，你以为是我个人的荣誉，我抢了你的风头，对不对？红旗中队是集体的荣誉，我们俩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说得好听。让我把生死当成
是我给你闯的祸，但是事已至此，我必须要继续做下去。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你除去这不合理的处分。这个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意，他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绝不让你一个人接受这不平等的处罚。一旦你脱了军装，你试试看，我保证没人要你。我要他。